好，我是千鸟。这一次我们的练习内容是希望我用我的甩尾动作来甩掉对方，然后让他看看究竟我是怎么甩的。那我在这里面用了不少个平常在对战的时候常用的方式，各个动作其实都是有名称的。那每一个动作去解释的话，会在我们的教学影片中出现。所以看不懂就只能等一下，因为我需要整理整理那个怎么跟大家讲，可能会讲比较清楚。哎呦，爆掉了！哎，很难抓你。你是用第一人称还是用第三人称？第三人称。你的等级有多高啊？我的等级哦，好像，我看一下啊，我说七十七现在，飞机那个，飞机好像三十几吧。哇，我才10多，11好像，玩了1000多，11。慢慢练啊。那个跟我很转，那个很难抓。哎，不见了！叫我那个快点！哎，你那台飞机比较灵敏啊，我那台比较笨，是不是？应该没有吧？应该是一样的。应该不一样，你那台比较小，好像，我觉得那台比较灵敏。这我就不知道哎，我没有特别测试过他们有没有不一样。Return to the combat area. 太低了。
哎呦，飞太低了。Vorsicht, Flugzeug! Feindflugzeug, aufpassen!往上那么高，然后减速是很危险的哦。等一下，我开 GPA 看给你试一下，有点。我那个 GPA 的战绩也可以，一般般啊，都可以打到人，但是这个很难，因为 GPA 的那个可以看周围看的那个，另外一个。你要不要看？等一下那个 GTA。GTA 我知道可以啊，可是这里应该没有办法。哎，你试一下，现在给人队的时候甩一下，那个。你刚刚往上飞，然后甩。往上飞以后。然后你甩啊！刚刚不太会，那个很难。你说往上飞减速吗？甩人，就是我现在追你，然后你甩，我往远一点看。说我甩掉你的动作，对啊。其实我不知道我刚刚是哪个动作甩掉你，要跟你的影片对照才能知道。随便的，都是我在这里，现在就对，然后你甩掉都可以。没有看。哎，你那个绕一圈以后。是没有，他没有固定的飞法。如果固定，很容易被对方
猜到，就是如果你听到对方的引擎声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换个方向。哎，有多一个人来了。哎，又有。哦，我认识的。你认识的？嗯。他也会玩那个飞机吗？我好像没有看他玩飞机过哎。刚刚有没有刷掉？有。哎，理由不见了，看一下后面。Feindliches Flugzeug! Ah, ne, ich hab's auch! Ayo! Return to the combat area. Return to the combat area. Your location. Jerry, von oben! 你是不是会在上升的时候减速啊？对啊。上升的时候应该是加速一下。哦，不要减速。不要减速。然后还有什么？什么技术？下降的时候可以减速一下，按一下或两下之类的，那感觉抓到了，你就会发现你的飞机不会落这么低，可以更快的转回来。如果你怕不知道怎么用的话，就是可以先完全不要去动加减速，不动加减速其实就已经蛮稳了。
feindliches Flugzeug gesichtet. Flugzeug, seht ihr das? Wow. 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